2020年是东京奥运会举办年，为了祈祷和平，广岛交响乐团将在东京墨田三声音乐厅举行两场重磅演出，其中3月13日的演出上半场将首次披露日本作曲家藤仓大的第四部钢琴协奏曲《明子的钢琴》。这部协奏曲以广岛受难者明子和他心爱的钢琴作为灵感源头，体现给伟大的女大祭司阿格里奇。在3月的音乐会上半场，阿格里奇将与作曲家本人进行谈话，并披露演奏作品的炫技段落。据悉，明子的钢琴将会在2020年8月举行全国首演，不出意外的话，独奏依然是阿格里奇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